Hello， 大家好。近日非常多的粉丝在我们后台留言问到，三安祖庙开放了没有？好消息来了，三安祖庙在5月21号恢复开放了，跟我进去看一下。今天是三山祖庙恢复开放的第一天，人比较少，除了几位信众以外，还来了一群考研学习的学生。三山祖庙历史悠久，是粤东地区最为古老的庙宇之一，是世界所有三山祖庙的始祖，迄今有1400多年，祖庙依旧辉煌。抖音